哇，无想，算了，我去打 AD 也可以了。我打 ADC， 怎么用一用我变补位了？完了，我这个凯撒路不太行欸。遇到可爱的观众，跟他say 个 hi。关键资源，我上次看 MAD 他们都这样打，两分钟下来打，哇，不行了。我想说，两分钟下来打了，哦，可以，哎，可爱。可恨啊，直接被打爆了，我的天，那哇，再见，那个不行啦，怎么全崩啦？我要去秒牌，我要去撞他们，我跟你讲，不让路啦，我要自己排位，自己凯瑞，撞到你喽，环星星，环星星，我这场第一件已经是血攻嘛，后面这种第二把要不要直接出防御装，直接出，这个人直接这样。直接被逼个瞬移啦，算一下哦，大概2分50秒，反正就是他交瞬移的时间再加上2分钟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蓝区这边路欸，这么有想法的，我们哇没了，这尴尬了哦。等一下奎伦上不了四人，但是这波我们一定要打。这 OK， 现在不知道图人没有交瞬移，不过算一下时间，勇是2分50秒嘛，那刚刚那只古墓差不多是3分10秒左右，差不多两只，你就像我这种时候，我就会算差不多差了20分钟，那我就记第一个人的，就是勇的那个时间2分50秒，他有瞬移嘛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后面再加，你就自己再算个20秒，这样会比较好记哦，不然到时候头脑会很乱。OK， 看一下这波不能打对面直接冲出来，不过悟空没有大绝了，先给。奎伦一起吸哦，这个时候你就记得让你们家打野一起吸这个技能，他不吸耶。OK， 哦没有，他四等，他已经吸到四等，这里我们就可以让他赶快到四等，等一下龙战才有得拼。这里打不到奇怪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全部收光光，很赚。哦，忘记不小心用到上一场的那个设定了，难怪我刚刚想说怎么射不到那只勇。也感觉不太对，我觉得这波对悟空果然在上路，这个要撤了，把兵吃掉就撤，这个不行打，这个你说，通常我玩射手我就会看说对面打野到底在干嘛，像刚刚为什么我说不能打，就是因为蓝区没人了，那你这时候就要想说对面悟空一定是往上走或是在中路，所以你就要自己小心一点，而且刚刚图人也是往上有往上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不能在外面留太久，你这个就算这时候打起来，你可能抽到人家人头，但是你的人头也掉的话，其实那种东西是没有在赚的。Okay， 所以我们这里就小心一点，然后跟队友配合一下，先把这个兵线稳定洗掉之后，等等，如果我们有嗜血攻，我们就可以打凶一点。但是对面现在直接一棒两棒 ，OK， 他没大绝，这里直接开启走了，他太深，他们两个字都太深了吼，那我们全部收光光哇。没关系，收到人头就行了。这个古墓其实玩得蛮好的，玩得蛮烦的。我最喜欢就是如果队友天天有古墓，然后他玩得很烦 ，Oh my god！ 但是他如果今天他在对面，我真的会痛恨死他。一样观察一下 ，OK， 看到了吗？悟空在下路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，这时候就亮集合灯号，告诉队友说，我们上路这里可以打凶了，因为悟空现在在中路露头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就一直看，然后我们出把嗜血攻，这时候就可以打很凶了，因为我们一有嗜血攻，等一下你很容易可以逆转情势哦。这里先扣着，因为对面勇完全没有射到我，那我们先拉掉，悟空应该要来了，等等嗜血攻留给悟空，然后我们跟古墓来了，来了，古墓可以，这波可以完美配合，漂亮啊，这个人不是古墓啦。马顿啊，不是马顿，伯顿啊，叫错人了啊！两只长那么像，直接冲哪了 ？Nice， 可以呀、啊，伯顿这个大包哇！但是可惜啊，救不了你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辅助跟伯顿，没有，我们家辅助跟对面的辅助玩的都挺好的，就大蓝都玩的非常非常的称职，很烦哦。对，这个的怎么在上路？他想要挂我们一波，那我们就开个急走，等一下5秒钟之后。还会有个嗜血攻，那你就记得，你玩射手你就是第一个站位，你要站在你家辅助身边嘛。那再来就是你要自己判断那些地图关，就是旁边可能今天会有谁，那他可能可能会走过来什么之类的。哇，这个人直接这样走过来，他就完蛋了。我们就直接开一个嗜血攻，黏住他就行了。悟空残血，
剩下一只古墓，哇，他真的很烦，让我们他让我点不了那个塔，一直把你看他一直把我给顶出去，就跟你说他玩的真的好，真的好，好不好？但是他现在身边没有输出位，我们连着他射，才怪他旁边有一只悟空，我的天，这个人阴魂不散呢，一直来哦，我们，他是我这里哦，他是想我有这个人，哇，这个人我不行了，这个我在旁边玩我的鸟鸟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出错装了，我不小心，我忘记改掉卡芬尼的那个出装，我忘了狂暴手套现在射手没有那个吸血的功能，就只有护盾哦。但是我又不想把它给卖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人他又走这里，我发现他很喜欢走这个危险的地方哦。你要记得，不管你今天玩中午还是玩射手，那个红区的这个地方真的。非常的危险哦。那如果今天有蝙蝠侠的话，那你更要小心，你可能就要再往前那一个草红区上方，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左上方有一个草丛，那个草丛如果有蝙蝠侠会更危险哦，你就要切记，就尽量自己今天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要去 fast check。 我们现在对面中高绿塔也没了，不过我们先撤退先打稳，因为如果我被秒掉的话，其实那个赏金还蛮高的，所以我千万不要被对面的悟空给抓到，你就尽量不要膨胀啊。对，对面，哎、欸，他很好心，没错，这个不能出，全套现在适合。为什么说不能出？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出啦，就是射手你出了，你就不会有那个吸血的效益。但是我这场不小心出了，那我不想把它卖掉，因为卖掉更亏，我就想说那就没差，我就把它当成一件仿装，至少还有护盾嘛。现在是怎样？人家是6月1号上凯道，对面是这个6月9号上河道，这五只从河道冲上来，厉害了，全部人都要想要杀我，但是我现在再开个节奏，还要见人，然后再一个嗜血攻，你看我的血线完全不会掉。对面这只古墓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玩得很好，有够烦的，我真的是对你又爱又恨。如果你知道吗？这种人就是你，如果跟他一组啊，你就会爱死他。因为大男要玩成这样子的人，其实说真的，台服还蛮少的。不过我们家不过对你是蛮玩的很好啦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忘记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直接GG嘞，对面死四只，剩下是斯科德，啊不行，是没有兵线，有点尴尬，看看点不点得动，点不动，那我们就。没关系，我们稳稳的吼，我们稳稳的把这局给带走。这时候切记不要膨胀，因为只要我一被抓掉，很有可能情势就反过来了。对面很想抓我，现在在一个二技能躲掉悟空的大碎 ，nice， 这一局准备结束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、哦、好险！我刚站位直接一个失误，哦，好险！这个死神镰刀来的也真是时候，哈哈哈哈，就是对面是屠人，差一点就把鬼子杀了哦。那我们这局GG思密达，最后拿下一个跨抓 kill 四连杀，各位自己排位，自己开瑞。我最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赛季啊，突然发现我的 ADC 打得比中路还要好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真的不是自己要吹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算我的胜率的时候，我发现哇塞，我这一赛季勇的胜率啊，只输过一场 S 的排位赛哦，本号这支本号 S 的排位赛只输过一场，我觉得超浮夸的，奇怪，我打中路都没有这么强过，现在是怎样？还是我抓住的时候真的捡到枪 ？Hello 各位，前几天呢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有点傻眼，然后让我气了大概两天，就是呢。最近 Gary 要毕业了嘛，就我现在大四，然后离开学校了，那我决定就是毕业之后在外面继续自己睡处，自己租屋，就是没有打算要回老家啦，因为我之前就觉得回家里跟家人住好像过得太舒服了，就是想要给自己一点压力，那我就开始上那个591租屋网开始找房子嘛。那你知道现在屋主都会，他不会说哦，你今天好，你要租完了我就租给你。他会问你一些很多问题，比如说有些屋主会问你说你单身非单身啊，那有没有什么什么有没有抽烟喝酒啊，什么赌博啊那些的。那有一些
会问你说你的职业是什么，公司在哪里等等等。那我今天也是啊，不，前几天也是一样，我就找到，找到一间还不错的，然后我就赶快打过去。那个屋主开口就问我说，哦，那你有没有什么不良，他就是先问我说，那你租屋是要自己住吗？我那时候觉得他问这个有点奇怪，我说，哦，对，我是要自己住。然后他第二个就问的说，哦，那你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？那我就说，哦，没有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你的公司你是在做什么的？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想说，我要不要讲 YouTube 还是讲 Google？ 公司 YouTube， 公司 Google 听起来蛮炫怕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后来想说，这样不太对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我是自己在家里工作的，然后我是做那个游戏影片的剪辑师。我就这样跟他讲，游戏影片剪辑师，确实啊，我没有说谎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讲的好像蛮对的哦。然后那个屋主一开始听不太懂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是电玩吗？打电动那一种吗？那时候我也想了一下，对，也是啊，对，我确实是在打电动啊。然后我说，哦，对，类似，只是呢，我要把那个打电动的那个过程后制成一部影片，我就这样跟他讲，他就直接跟我说，哦，那我再考虑一下再打给你，然后他就立刻把电话给挂了。我说，嗯，好，没了。然后我就愣住，怎么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没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到今天他都还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我看他应该是不会打电话给我了，对吧？我就奇怪了，然后我就发了那个 IG 问大家，就是我就跟大家说，奇怪，打电动错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大家都跟我说叫我去看那个小葵的影片，然后我就确实去看了。小葵好像是说他是什么数位媒体的吧？我现在已经学会了，我下次直接跟他说 ，Y 啊，还跟我说什么？我要讲那个什么，我是那个广告设计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讲说我自己是什么绘图师，厉害了。绘图师有没有在家里工作一定很安静，不会吵吵闹闹，然后收入应该还行，听起来就蛮炫怕的吧？绘图师厉害了，我下次我跟你讲，我打电话过去直接不说什么，哦，我是打电动的，什么开实况的，不是，我也不是什么剪辑师，不是，我是绘图师。Oh my god， 房东小心了哈，你不。如果你们是房东，你们不要下次接到什么绘图师然后不租哦，那个搞不好就是我，那我被用哦，拜托啦，让我赶快找个租屋处好不好？我下次再拍个轮什么话哥，那个介绍房轮 tower 忘记了，就这样，反正今天就分享这一件事情给你们，好，我们下期见，好不好？祝我赶快找到房子，拜拜。